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大 S 戏剧俊业见恩师，王伟忠见证世纪爱情铺温馨画面感动网。大 S 徐熙媛今年三月闪嫁韩团酷龙成员具俊业，两人相隔20年因一通电话世纪复合，甜蜜故事闪瞎众人，而夫妻俩也经常一同现身聚会，幸福模样让人看了羡慕。过去曾一手捧红大小 S 的知名制作人王伟忠，近日也私下邀约 S 妈、大小 S 以及具俊晔见面，温馨画面引发热议。王伟忠过去捧红大小 S， 私下与他们也是颇有交情。二日，王伟忠的太太林慧晶在 IG 上传两张聚会照，只见大 S 倚靠着王伟忠，老公具俊晔则站在身后，而 S 妈及小 S 也在一旁露出灿烂笑容，画面相当温馨，宛如大家庭一般。此外，林慧晶写下人对了，一切氛围都暖暖微醺着，相信爱情和见证爱情。文中虽未指名道姓，不过画面让人联想到久别重逢并再次获得幸福的大 S 及具俊晔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感动直呼充满爱的照片，每个人的状态都太好了，果然相由心生，好喜欢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